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我爱的世界。我们现在玩的是火焰魔族生存牛年大祭篇。上回啊，咱们跑这儿来啊，给这个书啊，咱们附魔来了啊，然后呢，把我的经验修补都给磨没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啊。咱们有经验修补是吧？哎，哪个哪去了？在哪呢？哎，我给放哪儿了？哎，经验修补怎么没了？哎，在这儿吗？哦，在这儿呢。效率都有，就没有耐久。我现在想要过耐久哎。这本书呢，咱们必须得放这个啊，把书抠起来。这个书是干嘛的？镀膜的啊。29级啊，我现在才5级。那咱们先去找宝贝去吧，好不好？这儿吧，姜是吧？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这个扔了吧，这个扔了，我看一下啊，哎呀妈呀，这破烂太多了。这书这不是这个药还可以，这个面包，这什么呀？穿透什么破玩意儿？哎呦我的妈，我回家吧，东西太多了，都整不过来了，扔垃圾桶里边吧。这个不要，钻石肯定得要是吧？钻石、绿宝石是吧？这个肯定得要。玛卡都老多了，黑钻有点用啊，黑钻是做那个经验修补的，20多个了，我的妈，太多了。黄金我都不想要了，都做成金块吧，这样呗，画个圈圈诅咒你，这样呗。 OK， 我念了一下魔法是吧，魔法咒语，还有什么，破烂这个盾牌扔了吧，青金石带着也行，然后附魔书随便扔吧，我都整懵了都。破剑，锋利四的剑还可以啊，碳骨头扔了吧，咱们继续去捡去啊，太多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什么呀，重力锋利五，这也是好东西啊，直运山，这都挺难得的其实，可是我就想要那个啥呀，耐久啊，就这就够烦的了。这个 OK， 我看一下，那继续往下找呗。哎呦我的妈，找个耐久这么费劲，去你的吧，把它刨了啊，下边还有没有啊，刨了。哎呦，不理他，还有吗？没了吧，应该到底儿了。好，那咱们去哪儿呢？去123那儿，然后呢去下一个啊，这样呗，123咱们从这儿过来的啊。那这边就完事儿了，那这边抠个一下是吧，这就来过的，再大概这个意思吧啊，应该搁这儿是吧。 OK， 这儿去过了，这儿不用去了，大概这个意思吧。然后呢这边再往下走呗。哎呀，哎呦，宝箱，哎呦我怎么，给我个耐久呗，我钻石，烦死了，我的妈，小伙伴们这东西太多了也挺烦呐，给我破铁桶，你说，哎呦我的妈，我还得回去一趟啊。哎呦我的天，西瓜这个啊，我真是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，剥陨石，刨，再往下找啊。哎呦我的妈，刨，给我个耐久呗，这么这样的啊，这是云彩是吧，啊、哦、这啊，搁这定个点啊，要不然就走懵了。244，走，别打我呗，你们好烦呢。哎呦我的妈，耐久，你烦不烦，你烦不烦啊，我真是，这怎么办呢，小伙伴们，我还得回家是吧。这边是不是定完点了，那我再定一个吧，255随便定行啊，回家呗，把破烂这个送回去，全是钻石啊，我的个妈，重力2，你说扔了吧白瞎了，你说不要吧是吧，扔了白瞎了，留着没有什么鸟用感觉。我看看啊，是吧，真是，哎呀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发没发现，你拥有的越多，你烦恼就越多，你们发没发现。 OK， 那就这个是吧，扔呗，那就地毯，这个铁都扔了吧，钻石别扔是吧，钻石扔了就有点过分了，把这药水都给用了，太有钱了也是一种痛苦啊。青金石也扔这儿啊，青金石行吧，再去吧，那给我个耐久就不行吗，我的个妈呀，拿完扔完拿，烦死了。又捡了很多的钻石绿宝石是吧，下去，这跑的，我的妈，哎呦我去，下边有一个3个的大箱子，好像是这儿是吧，还得往下走。哎，是这儿还是那儿啊，多快，哦，是这儿，差点错过了啊！这有个宝箱，那边还有个宝箱，拆了！你们为难我干什么玩意儿？我一个上货的，打死！去你的吧！你偷你耳朵搁那放鞭炮，恶不恶心？来，崩我来，自个儿把自己崩死了！给我个耐久呗，我不要宝贝了。哎，又出来个这个耐久！咦，哎，还有这个耐久！耐久出来了！干啥？好吧，这边积个点啊，耶，266666是吧？OK， 可以啊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我们终于找到了耐久啊，就为了这本书啊，杜虫射击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，动力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我们终于找到了啊，耐久附魔书啊，我们下一期给它安到我们的那个小本本上是吧，可以啊。